好，洪俊旭，南风西，对，手盘漂亮啊，非常的完整。哦、哇，只有开门打了两只九条，问你们怕不怕？怕、啊，怕就好。但是我会想说哈、啊，你现在运气不好，你那个烫到了、哦，烫到九条，然后顺便话术他一下，他又烫掉，又烫掉，烫到烫到了，活该。讲烫掉啊哈。然后现在这个七品也是 OK 的，好，来到两千厅。好，第一只不吃，吃第二只。嗯。第一只不需要吃啊。但他如果吃第二，他如果吃第一只的话，第二只他自己就摸到了、欸。对。然后就前进了。当然啦，如果都不第一只不吃的话，那后面把厅口坐上去也是不错啦。是。可是如果是他自己不够搭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先不要吃，先进牌看看、嗯。我觉得先，你看要吃什么？吃五条啊。嗯。平行转搭、啊。对。做出一个原地转。原地转搭，没有前进，原地踏步，原地没有啊，本来要三条，现在变成要三六条，对啊、就多了一张六条了，就已经破坏门清了啦，就先让自己破坏门清啦。反正他这个牌是没有前进啦，只是说让自己的一些三六条的厅口做出来而已。因为他这个牌高几率会破门清啦，所以没差啦。嗯、好，六筒拉到八筒旁边就看得蛮清楚了，或者是四七、嗯、进四七筒打八筒。也是都可以，四七饼啊，五八饼啊，东风都可以碰 啊。嗯，四饼下家吃，吃下来之后应该会去打九饼吧？打九饼打八饼就听牌啦，嗯、打不九饼打八锁就听牌，不碰，好一进听不碰，好听白。三六条，六万。哇，这很敢嘞！抓六万，退六万嘞。对啊，我觉得他那九万不下哎，不下九万，非常勇敢。嗯，没得惊哎，果然是女汉子哈。原来，而且他二条可以先打。嗯，对，走两对半啊，然后他这边听牌，刚才他就可以去碰九筒了。对。六饼还剩一张啊？没有，三六条。对，比较听牌了啦。六饼剩一张，来不及胡俊旭那个六饼。嗯，平定是摸到什么呢？摸到二条，这边的六九条，摸到发财，发了发了发了，发了发，绝六饼，这边的三六条。哦，漏线，摸错，漏线，结果漏线还放枪。哦，他以为是六条啦，我们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继续。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对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六九条常会摸错，很正常啊，我也是常摸错啊。好，北方为平尼上庄。嗯。